即何老前人已成前人相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一二三四五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民国1998年落成启用，开荒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，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，展望道场简介，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，名产有产菠萝蜜，特色感想：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，建筑很宏伟，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由道亲设计，诚心同心建成。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，入道之门及选圣道场，山门特色及对联，期望圣誉贤观，3600圣，48000贤，五圣宫供奉五大菩萨，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罗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，一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，弥勒祖师、济公活佛、观世音菩萨像，何老前人史迹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，
兴义三贤张秋盛老前人及何老前人以陈前人像，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。一贯道神源山庄义和圣堂简介，信徒作品，英文未定版，国语版。建筑外观：慈心亭与弥勒园，山门武圣宫，附近社子村镇安宫，台南艺术大学。湖山头水库风景区，天坛吊桥，一二三四五楼及第十六代颜回圣人颜子慧回字子渊，隐人，复姓聪明，能文艺之时的受孔圣心法，世称复圣。
第四十。第四。第四十。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，东土二代，二祖神光基士，号慧可，是正宗普觉大师，后为洛阳人，乃燃灯古佛化身，降生于金陵，自幼佛性不昧，出家修道讲经说法，后的初祖点化传授至道，传道于金陵，道场弘开，道统受普安执掌。第四十九代僧璨祖师，东土三代，三祖姓于会普安，别号南泉，法号僧璨，是建智大师，乃灵宝天尊化身降生，自幼好道修行，常住慈化寺，好读华严经，能知未来，人皆称为菩萨，后遇神光传授心印，勤修苦练，法复曹洞执掌。第十六代颜回圣人，颜子慧回字子渊，鲁人，父性聪明，能文艺知识，得受孔圣心法，世称父圣。第十六代岑子圣人，岑子慧参字子瑜，鲁人，父性至孝，
受学于孔子的受心法，述大学，作孝经等书，独传孔门心法，后传之子思皆续道脉，世称宗沈。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。第四十八代神光祖师。第七代唐尧舜帝，帝尧位。